者许诗颖综合报道。METFLIX 人气美剧《怪奇物语》第三季将开拍，昨在宣布新角色加盟，由乌玛·舒曼及伊森·霍克的19岁女儿玛雅·舒曼·霍克将参与演出，在剧中饰演角色个性鲜明的罗宾，想法常常一针见血，同时却也十分风趣，厌倦一成不变工作的他希望生活里多点刺激，没想到发现霍金斯镇的暗黑秘密后，刺激程度远超过他的想象。玛雅曾在 BBC MASTERPIECE 制作的迷你影集《小妇人》中出世提升，在同剧演员安吉拉·兰斯伯里、艾米丽·华森、麦克·坎邦等人面前毫不逊色。除了玛雅， Netflix 也宣布剧中饰演鲁西亚斯妹妹艾瑞卡的普利亚·福格森在第三季戏份将加重，会和朋友一同参与冒险，解救霍金斯市的危机。怪奇物语故事背景设立1984年，印第安纳州霍金斯的居民仍生活在霍金斯实验室的噩梦和秘密的恐怖之中。失踪的威尔重爹到世界救出后，看似一切恢复正常，但不为人知的是，黑暗正在一次静静逼近，威胁住霍金斯小镇上的每一人。乌玛·舒曼及伊森·霍克的19岁女儿玛雅·舒曼·霍克将参演 METFLIX 怪奇物语第三季。Netflix 提供剧中饰演路卡斯妹妹艾瑞卡的普利亚·福格森，在怪奇物语第三季戏份将加重。Netflix 提供。